一定要好好的。我们是不是该做准备了？准备什么呢？什么样的准备才是对的呢？陈霸东，你奶奶能坚持到今天，已经是奇迹了。高龄的手术患者，如果真走到抢救那一步，就得把气管切开、穿刺，用升压药安置有创呼吸机，胸外心脏按压，每一项都很痛苦。听懂了。真的不需要我去陪你吗？不用，你照顾好奶奶。你别找我，我先回去了。喂，你确定吗？又去了？行行行，我现在过去，你把定位发我啊，十分钟。楠楠，感觉还行。你这技术不行，还有谁行啊？还是跟自己的工作不太一样，没什么自信。我活着就能享受你的服务，真是荣幸啊。瞧您说的，只要你快快好起来，您让我做什么都行。东子，给你添麻烦了。奶奶，这种话您不许再说了。我真没想到，领导了，身边还能有个亲人。不是您让我瞒着大家的吗？只要您肯说句话，咱镇啊不都是您的亲人吗？是啊，很幸福了，邓子。我这辈子没有遗憾，但也不影响我羡慕你和小杰呀。你们一定要好好的，你奶奶剩下的日子就不会再有遗憾了。奶奶，我知道了，我先去收拾一下，一会儿回来继续听您讲。